There's something wrong here. 就是我感觉，然后我想写这个文章。我写的时候，就是我真正的感觉，就是非常糟糕的危机。危机的时候，什么是最重要？家人，就是脚步家人。Take care of 脚步实惠。就是临终的时候，就是在美国有那个 H1N1，也糟糕，非常糟糕。 可是，就是09年的时候，这病毒出来的时候，没有这样的负面的反应。没有。我朋友在美国，他告诉我，他在凤凰城。他说有一个非常大的、非常流行的中国饭店，在美国好多中国饭店。很流行，很忙。他说。 现在这饭店没有扣，比如说你要去意大利饭店，哦，在意大利在罗马有病毒，你不会去凤凰城意大利饭店，因为有病毒在罗马，没有意义的，没有关系。中国政府反应是什么？宽广的，快速的。 Fast and broad， 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政府不好，中国政府要控制人，就是保护社会，保护社会，保护家人，对不对？包括全球人，政治是无关的。我们都应该钦佩和感谢。 中国政府快速反应，这段时间在全球非常有危机的，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案例。回家，不要出去了，就是回家，2个礼拜，3个礼拜。另外的国家不会，另外的国家人不会这么合作。春天马上到了，这问题马上过了，可能时间不太。